因为这时新的缆车和 Wanna Skyway 正好在维修，所以我们就乘搭了旧的缆车 Genting Skyway。到了。由于这时候是斋戒月，因此较少看到穆斯林同胞。此刻的男人叫我去玩滑梯。好的，我来了。看到这往上升的轨道，就开始感觉紧张了。我就是刻意选择乘搭蓝色的鸟。总之，我一定要玩这个。先休息一下，简单的吃个午餐。这是一个 SH 主题的用餐空间。我头上的天线可爱吗？我对蓝色实在毫无抵抗力呀。转再来。这一招还真是越玩越上瘾呀。来一起战斗吧。这一项真的很好玩呢。
这是当时暂时还未开放的过山车。有点像过山车。